我要站住，我要牢了，我也办这边住来。我也扫着这地儿吃，专门坐厕从西庆过来吃来。这是铁饭盖一顿不吃，饿得慌。今天我们同事说想找一个吃盒饭的地儿，结果还真让我找着了一家。这个地儿在大直沽菜市场。我第一次来这个市场，这里弄得还挺好的，就是这儿，挨发加长炒菜。现在还不到12点呢，这就这么多人了，就脑鱼就闹了，这是几种？这儿有12种菜，这儿也有12种，这儿还有12种，选择恐惧症了，选不明白了。这都是按份儿卖。您好，姐姐，给我来一份擀酱，必须生产，20英里。这一份这么多，再给我来俩丸子，2个鸡蛋，再给我来份茄子，再来个盐酥鸡，样白菜，粉丝。于中岛的位置在菜市场里，来吧，开离吧，他这能半份半份买，早知道买半份半份的了。烧茄子、粉丝、洋白菜、盐酥鸡，好干尖儿，看着绝对拿分啊！鸡蛋丸子，鸡蛋还是虎皮的。米饭硬吗？昨天硬吗？昨天倍硬。我尝尝今天米饭硬吗？哎，今天行，我先来个丸子吧。这丸子行啊，烧茄子。这烧茄子发甜口的，还挺香。多吃菜啊，好干劲儿。这个盒饭吃的就是这么一个状态。您基本上总上这吃来吧？中午都在这儿。哎呦，饭吃完了，菜剩下了，下回就半份半份要。哎，这四盒能吃8个菜。旁边大姨买了一盒带鱼，12块钱。七段哈，他甭管嘛，他12块钱一份，这就行了。自己做到做不到，儿女送到送到，多省事儿，自己弄。真的，我真的，我要老了，我也搬这边住来，我也扫着这地儿吃。你不搬这儿住来，你就坐车过来。我坐车过来，我懒，我这住边上的。他真有，有坐车过来吃了。定油的，还有西庆的，专门坐车从西庆过来吃来。他闲着没事，也是坐车不花钱，光花个饭钱，交通费不花，天儿也暖和了，对吗？今日消费50元 ，OK， 咱们下回见，拜拜。好嘞。新的一天从一口菜骨肉开始，我就想这口，就是这三样的组合。人人连翻二杠一顿不折的话，今天我们一块儿的航母来吃早点，有人陪我吃早点就不太好了吗？现在是早上的5:55，就是这，哎，关门了，来太早了还是关门了？放假几天？8月2号正常营业啊，您也等着买来。人家年年都玩去，啊，还真是出去旅游去了，就该这种劳逸结合。走吧，咱换地儿吧。Later， 电视就是早点多，现在在彩环里走街串巷吃早点，就是。这个鱼记云吞，您好，两角饼4根果子，2个大馅儿，1个要鸡蛋，1个不要鸡蛋，2份柴骨肉，啊，这都分好装的柴骨肉，加热一下，下云吞，啊，多收了个鸡蛋钱，啊，给我呗，那鸡蛋，嗨，这不，这是问题吗？这是，给我飞俩，我那俩鸡蛋，那个多点香菜啊。俩鸡蛋啊，今天菜骨肉你放一块儿吧，你少刷一个一会儿。好嘞，你要胡椒粉吗？给你来点儿，给我来点儿。瘦嘞，你瘦嘞，端一把，这个我能端。云吞、菜骨肉、大饼果子、小咸菜、海蛎吧，搞一点酱油，搞点醋，咱先拌拌，咸了淡了的，不行咱再添。新的一天从一口菜骨肉开始，有点淡哈，这口应该问题不大。嗯，来口果儿，它这个云吞皮儿可吃出来薄了，馅儿也是不小，薄皮大馅儿的概念了。馅儿味儿也行啊，我头一回喝他们家的大饼果子，卷一下，它这果子别看凉了，但是还挺酥的，里边是吧？再弄口云吞汤。我就想这口，就是这三样的组合。咸菜是萝卜吧，还有酸辣椒，嗯，哎呦，这不好起来了吗？这一配着呢，太爽了。绝对元气满满，绝对活力满满。今天我还是双单，今天绝对又是一顿顶一天系列。
一定配上咸菜。紫菜啊，虾皮儿、冬菜都有，那有的地儿只放香菜。反正我觉得怎么着，这就是点冬菜，对吧？最后一口，啊，今日消费54元 ，OK， 咱们下回见，拜拜。青椒炒肉丝、韭菜炒鸡蛋、糖醋面筋丝儿，在天津市吃捞面的特点就是越吃越多。然而天翻二杠一顿不折的话，今天去一家老店吃面，这家店绝对的老，至少有20年往上了，就是这个多多面馆。你好，两位，这是一个吃捞面的地儿，传统的麻酱、西红柿、三鲜打卤炸酱，我家有茄子面。哎呦，这不好起来了吗？你来三鲜，我来茄子。葱花炒鸡蛋，能韭菜炒鸡蛋吗？我想是绿色的，葱花不够绿。糖醋面筋丝儿，再来个青椒肉丝，大哥，西服。我记得上小学学奥数的时候，在前面和平街上课，那个时候我就有印象吃过这20多年了。我那刮胡子一下给刮跑偏了，我一生气把我的剃短了，这一下双下巴就酸了。天津特色糖醋面筋丝，我认为在天津市吃捞面必须得有它。糖醋口特别酥特别脆，醋酸味稍微淡了一点。这个糖醋面筋丝大体上有两种，一种是这种炒好的把这个糖醋味都沾上的，另外一种呢它是给你炸好的面筋往上给你浇那个糖醋汁，当然那种就比较对付了啊。这个不错，汁儿挂的特别薄，吃的不黏糊。青椒炒肉丝这份26，拿这个菜拌面也特别棒，绿色啊，呛死我了。就是一个酱油的咸鲜口，青椒的口感火候掌握得也不错。来天津吃捞面，这个是必须要有的。韭菜炒鸡蛋，男同志吃点韭菜绝对没毛病。三鲜打卤面，这是一个茄子面。今天你来三鲜的，我来茄子的。他这茄子卤跟我想的有点不一样，就是拿茄子打的卤。既然他们推荐了，那咱就得尝一尝。和面条是个功夫。茄子卤跟吃那三鲜卤感觉差别不大。还是多少能吃点茄子味来的啊。吃两口面，这碗里有地劲了，开始加这个菜。再来点鸡蛋，这块大，直接倒。这一下这一碗又满了。在天津市吃捞面的特点就是越吃越多。这一口面的混合味道特别丰富，它这个卤够鲜，但是这些菜炒的不鲜。哎呦，这不好起来了吗？我要有一段时间不吃捞面，哎，特别香。吃到下面已经没有面条了，全都是菜码。我觉得他们家炒菜不错，今日消费114。OK， 咱们下回见，拜拜。吃一顿这样的晚餐来犒劳一下辛苦一天的自己，其实也挺满足的。人二天翻二杠一顿不吃饿得慌。现在是晚上的9:09，我又刚下班。我现在在三潭路与西湖道交口，又是一个孤独的晚餐，就来这个吧，胖子炒饭。哎，师傅，这能坐着吃吗？可以装屋里面吃。您给我来个宫爆炒饭吧。几点出摊？下午6点到凌晨4点吧。是吧，洋白菜上，洋白菜、甜菜、果仁都要，辣子也放点啊，放啊，还有青椒是吗？有青椒，加点青椒、啊、加青椒。我就爱吃绿色的东西，咱这是纯绿色的，纯绿色哈、啊、太棒了。而且咱是现场操作，您看着我做的。您一会儿给我端点果仁，没问题。铁板炒饭，我14年开始干的，一直在这个路口，我没挪地方。加了点青椒，炸果仁，我的最爱，这一盒也不少。要论断面这一块，我就服我自己，我就预见到它这个勺又软又小，所以我把我车里的勺带着了。这个吃的多带劲，这点青椒点缀的特别好。
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就是普普通通的炒饭。铁板炒饭相对受热均匀些，比拿锅炒的就稍微发干一点。醋椒豆腐，天津砂锅系列的头牌。喝一口这热汤倍儿舒服。哎，大姐，你给我拿双筷子行吗？捞点酱的吃。醋椒豆腐一般不好吃。有朋友说想看我一个人吃饭是怎么拍的，就是这么拍的。哎，喝点热汤，喝出汗了。今日消费20+15，一共35元，吃饱了回家剪视频。OK， 咱们下回见，拜拜。在天津市，两个老爷们儿鸡头白脸吃顿涮羊肉，能花多少钱？咱俩算鸡头白脸吧。认识那范二刚一顿不扯的话，天儿凉了就得吃顿涮羊肉。今天我先给大伙儿打个样，咱们一块儿去尝一尝。到了，到了。您好，两位，您这卖的不贵呀都？哦，这肉都您自己弄，自己剔自己卷。今年整30年了。哦，整30年。来盘鲜羊，来盘冻羊，再来盘肥牛，再来盘爆肚，还有生菜，意思意思。谢谢您啊，一盘6两，正经不贵。我们一块儿得甜酸啊，包上了油，这不够吧？应该麻酱，搞点辣油，再搞点香菜。有嘛说嘛，这料这碗有点小啊。这麻酱味也挺浓，我说不够吧？这是包好的。好嘞。啊，下里咱们得打开，先弄份水爆肚，开了直接下吧。这一块有点多，多就多吃，绝对时间不能长。OK， 麻酱必须裹满了它，这一口必定特别爽。哇、哦，这个老带劲了，这个再来一口。冻羊啊，这看着也行，我来一块给你。割裂这功夫也不能大了，不过那麻酱属实一碗不多。吃两口肉就想喝点，我就知道你想喝，这不给你带着了吗？哎呦，汾酒这个得劲儿。当然了，这汾酒可是八大名酒之一，白酒中的典范，入口绵，落口甜，清香纯正，回味无穷。那这一箱不得好几百呀、啊？没有，现在拼多多9周年支持国产美酒，放出了一批汾酒试吃名额，蹲个点儿就有机会抢到整箱12瓶汾酒。我把专属链接放视频下方和评论区了，想要的都可以去试试。羊毛不好白不好啊！师傅，您再给来2碗料。这第二碗盛的多，他这冻羊片也行，而且确实还不贵啊。吃口这真太爽了，酒麻酱再裹起来。鲜羊这一筷子我正经没少加，好了，纹路也行啊，这纹路啊，就爱吃就有纹路的。虽然说瘦了点，如果这么瘦的情况下可以。我都加走了啊，这也可以稍微时间再快一点，稍微一变色儿 ，OK 了。来两块面筋吧，猜猜，咱一会儿看看哪个肉好，再来一盘，必须吃面筋。涮点面筋太香了，生菜这第二把料又要没，再涮两口这个汤，哇，那太美了。第三碗，最后这是肥牛，我得跟王德比一比，目测我觉得可以啊，吃进嘴里再看看，稍微薄了点，这肥牛肉薄了点，口感嘛的没问题。真的来个嘛，来冻羊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返场的冻羊，咱俩算鸡头白脸吧，今儿消费197，那我端走了啊，这我也端走，这我也端走，我还真的头一次吃这个口味的菜，太下饭了。然而天反而刚一顿不扯的话，今天我们一块儿带我来了一个菜馆，听说这个馆在平平上都找不着，咱们一块儿去尝一尝。没看见菜馆，我看见这儿了，小龙女儿姐姐都来过。您好，师傅。两位，哦，是名字换了是吗？所以搜不着，也搜不着，这屋就2张半桌子。对，他把那个全国没有的，全国没有的，行啊。麻辣醋溜肉。再来一个菜，够了，不够不够。虾肉片，小火慢炸，咯楞咯楞，这才给上大火，还得再复炸一下吧。再来第二遍，那带色儿了，控油，椒盐一撒，端走。原拉里脊，酥脆，配上这椒盐吃啊，香。
这种菜当零食吃也行。95年干这个饭馆，我一直没闲着，一直干，一直干。圆茄子，一个茄子还不行，俩，还必须得俩茄子。天津烧茄子不出数，对，扎透了，还得圆乎。我就爱吃这样的茄子，我切的刀都跟他不一样，我还反正切。哦，切成这样似的，这样炸的还透。下锅，这茄炸了，茄子带样了啊。直接把肉搁里，直接粗省事儿，还给嫩嫩油，来一点，下锅，这还得烧了，这差不多，有点劲的。再来把生蒜，那我端走了啊。肉烧茄子，大量蒜末，茄子直接上勺了啊。烧茄子必须得带肉，带上肉，我跟你讲，它就香，出奇的香。嗯。甜面酱烧茄子，还放点糖，最后是个甜口。它这底下都是菜汤，油少，这个一般特别容易把油烧大了。继续和米饭，来勺这面带生蒜的，在主打的是一吃一个不吭声，一吃一个不吱声。人大哥这没有香菜，不能叫大哥，就叫伯伯了。这要再来点香菜，对于我那真的就是完美了。这一碗米饭都快下去了。您受累，拜拜。肉片花散，这是给炒了三个鸡蛋，调汁儿，调了嘛，我也看不清楚，麻辣鸭出来了。哇、哦，这回端走麻辣口的醋溜木须，今天没有明显的绿色。这里就是肉片、木耳跟鸡蛋，搁米饭上，再来一勺，这米饭有点满。哦，这麻辣味儿，这一口就上来了。哦，完了，整个是一个麻辣口油鲜，其次是甜，酸味儿呢没有这么明显，只能说有一点点酸味儿。哇，这个也下饭，四口菜，甜酸麻辣，四口菜。当然了啊，这个甜也好，酸也好，这都可以调啊，这个绝对不影响下饭，这我感觉比这个还下饭了。我还真的头一次吃这个口味的菜，我感觉我这第二碗米饭有点不够。再来个茄子，再来勺菜，和在一起，这个真的太下饭了，不能再吃第三碗。还行啊，拜拜，没少吃啊。今日消费106 ，OK， 咱们下回见，拜拜。天津名吃，嘎巴菜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我刚才路过了一个小马路，发现了一个不起眼的早点铺，我看里面人还不少，所以我准备去尝一尝。这趟道是青年路单行线，这面是河，就是这老西北角小老姑嘎巴菜，一听见名儿我跟你讲就传统。姐姐您好，给我来碗嘎巴菜，鸡蛋果子烧饼，再给我来碗浆子吧，给我炸个鸡蛋果子。大哥，咱鸡蛋果子炸完了，三点成行吗？哎，这还排队呢，这是我那碗吗？姐姐，您给我端点麻酱。好，没问题，来点麻酱。谢谢您，别客气。看细节，这个店的韭菜花跟酱豆腐每个桌子上都有。来点辣子吧，再来一勺油。西北角小老姑嘎巴菜，今天是婆家人的嘎巴菜，好好拌拌。老豆腐有耐拌的，有不耐拌的，嘎巴菜是不是都得拌？必须要这种碗边都流成这样的状态啊。嘎巴菜好香，软硬程度也挺好，这烧饼的状态就特别油酥的那种，油酥够，但是口味有点淡，不过配那嘎巴菜正好。这鸡蛋果子好大个，哎呦，烫死我了！现炸出来了就是好吃。现在有早点铺，不是现炸出来的，那都是弟弟。有条件的一定要要俩鸡蛋。嘎巴菜吃完了再去盛浆子，能够盛完浆子，别盛太满，就盛一点去。鸡蛋果子蘸油条，
豆浆的糊味有，豆腥味也有一点，咽下去那个状态就比较稀。我更喜欢那种稍微有点沙沙的，有点沫子的感觉。这个绝对拿分啊，这个啊。我干了啊。今日消费10.05元 ，OK， 咱们下回见，拜拜。来吧，真正的大饼加一些豆腐，正经不错，这个酱子全对了。认识连反而刚一顿不扯的话，上次在贾园里的视频下面，很多朋友提到了乔园里，我也是第一次在早晨来到这儿，咱们一块儿去溜一溜。现在是工作日早上的8:37，我身处在乔园路，这个就是乔园里。听说这有个大饼加一切，是这个吗？好像不是吧？这面是煎饼果子，前记早点，嘎巴菜老豆腐，这面也是煎饼果子，大悦早点。也嘎巴菜老豆腐，这儿还有拉面，那儿还有肉夹馍、炸糕、汉堡，20年老味杂糕。这个排队人多，应该是这个大饼加一切。你好，那面也是个大饼加一切，为嘛这就排队那没人呢？这家干了20年啊，那家干了2月。刚才遇到一位粉丝，解答了我心中的疑惑。您好，你先给我炒个鸡蛋吧。我不要葱行吗？你这有多少品种？有鸡排、火腿、鹌鹑蛋、鸡肉串、鱼豆腐，还有肠，还有鸡腿肉、饺子饼、辣子椒、鸡蛋家里，然后来个鸡排。再来个火腿肠，来个儿童肠，这个果肉相连，有切加果夹吗？给我来切加果夹，一样来2块。番茄酱要啊？番茄酱要。小菜呢？小菜除了海带都要。使劲卷，我这嘴得长多大呀？好，谢谢。爷爷问您一下，这一溜嘎巴菜老豆腐哪个好？对面这就行了。谢谢您，谢谢您。爷爷推荐这老豆腐行。老豆腐大碗4块啊！您总看我，看你总吃好东西是吗？谢谢您，谢谢您。您给我来碗大碗老豆腐，来点。我不管你们，我肯定得和匀了喝。这加完这辣子，这色儿对了啊，不错啊。来吧，真正的大饼加一切，这么大我都张不开嘴，无从下嘴。第一口咬着的是茄夹、藕夹，还有火腿，还有鸡蛋。这几口老豆腐喝去太对了，这豆腐正经不错，花菜、木耳、香菇，虽然有卤，但是这个豆腐的味儿还能吃得出来。爷爷推荐的没错，确实不错。来这也挺方便的，金中和大街地铁站是在这附近吧？是吧？不远哈，300米，差不多，很赶路，一口烟的功夫。最后一口，必须再弄完酱子，这个酱子带皮儿啊，这个酱子全对了，豆腥味儿、糊味儿、沙沙的口感也起皮儿。这一块他们家的酱子手艺啊，必须干了。今天都吃对了，今日消费17.5元，我又该去上班了。OK， 那么下回见。拜拜。我这除了海带都要，牛排还给我搅一下，鸡蛋往上一放，咦，中午又不用吃饭了。这个是我目前吃过整体最好吃的一个。然而连反而刚一顿不吃的话，天儿越来越凉了，以后起床越来越困难了，所以抓紧时间出来吃个早点。前面这些溜都是早餐车，鸡蛋汉堡我还没吃过这个东西，我大早起来吃羊汤，酱香饼变炸果子了，老豆腐嘎巴菜，面茶菱角汤，这做的人不少啊。哎，最行这个回回大饼鸡蛋鸡排、茄子都有呗，有。咦，这是卖嘛？这车人也不少啊。鸡蛋、鸡排，还有牛排、烧饼、鸡丝、纯绿豆面的煎饼果子，给我卷圈了啊！封口的卷圈，这是。咦，豆皮的是？嘎巴皮的，个还不小了。往热饼里一夹，弄点茄子脑，再来个卤鸡蛋，太好了嘛，这不？不是，这排队卖嘛了？嘎巴菜老豆，这种小三轮这么多人，他这必然有过人之处啊！你吃嘛？我决定来那大饼鸡排了，来回回的是。那我来看看的吧，这得排到几点呗？吃完中午了，这您总买哈？买他们家挺好，这酒一眼控制不了、哎，所以他们家有几天不出来，大伙都知道。那回他们家呀玩去了，我在那边。
这买的，我们家孙子奶奶，您给买这个不对头，味儿不正，你就买他们家没错，哪个都挺好的。大饼你在这儿要哈？对对对，大哥，我那鸡蛋不要葱，您收来，给我来个牛排吧。哦，有黑椒的哈，那必须黑椒的，先给我排着吧。收来收来，看这一盆鸡排，把这个鸡排都是自己做的，看了吗？这个个儿正经不小啊。好鸡蛋绝对不放葱啊，我这个除了海带都要，面浆、黄瓜、豆皮、土豆丝、小咸菜，另一种小咸菜，辣子要，全都要。这果仁花生碎看着行啊，牛排还给我搅一下，番茄酱、沙拉酱，鸡蛋往上一放，咦，中午又不用吃饭了。谢谢，谢谢姐姐了，来都来了必须再吃个卷圈，大哥给我单来一个卷圈，谢谢您，当做一个饭后小咸点。你要嘎巴菜老豆腐，给我来一碗嘎巴菜老豆腐，在这吃，端点麻酱，要辣子。好嘞，谢谢。这顿早点连溜再买40分钟，头一回是大饼鸡蛋加牛排。哦，你弄个大饼羊杂，你这套不便宜了吧？早上起来羊杂，就是有牛肉味儿啊。来口豆腐，哇，我这老豆腐有股椒盐味儿，也挺好吃的。他这个做的确实好吃，那嘎巴菜行吗？这上锅好吃，太爽了！他这个饼里面加了得有10样东西：黄瓜、豆皮、土豆丝、牛排、鸡蛋，还有那个果仁什么乱七八糟的。咬一口这个，再喝口豆腐，太带劲了！这个太爽了，这个。我吃过这么多这个大饼鸡蛋加各种排，这个是我目前吃过整体最好吃的一个，而且还不贵。他这个人多确实是有道理的，群众的嘴巴是会吃的。最后一口，最后还一个卷圈了，你来一半尝尝。哦，酱豆腐不发苦，挺香的。这卷卷炸不错，卷卷，而且它外面是用嘎巴皮卷的。哎，卷卷卷上饼绝对好吃。哇，这顿早点吃的好开心。今日消费，咱们加蟹13.5元，卷卷3元，老豆腐嘎巴菜7元，这份15，我端走了啊。这叫随便盖饭，这我也端走了啊。我在想，我说我做错了什么？然而连方二刚一顿不扯的话，今天吃个盖饭小馆还是清真的那种，咱们一块儿去尝一尝。这地儿不能挑环境啊，咱主要尝尝味道。您好，哦，没有米饭了，这新弄一锅，对，得等多久？20分钟。我想看看菜单，我等会儿来个2大窑。好，谢谢你。哎，没米饭了，还得等20分钟，才刚1:20啊，可能你得焖勺了。哇 ，later， 老包三盖饭，过油先，再给弄点绿色洋葱，也过过油，锅锅备用，葱蒜爆香，翻炒一下，再来点生蒜。这份15，我端走了啊！刚才来的时候没这么饿，等米饭等的我是饿意满满呢。老包三盖饭，他搁的是牛肝、牛腰跟牛肉片，这口就是牛肝。看，这是牛腰。这个造型呢就是肉片的，味儿好了，我觉得挺好，再配点绿色，15块钱，叫嘛自行车，火候长过来挺好的，再跟这米饭一和，嘿，今天我一个人出来吃饭，正好也能说两句，就是关于推荐美食这个问题。我认为什么都可以推荐，唯独这个美食是不能推荐的，因为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，只能说什么呢，大面上过得去，因为咱都是天津味啊。你就像之前我有个朋友跟我说，说他朋友跟他说，哎妈，唐三最近推荐的饭不好吃了呢。就这句话听完之后吧，我就感觉特别无奈，为什么我说好吃的你就认为一定好吃呢，对吗？所以我觉得我更多的是就在分享，就在给大家做一个参考。参考呢，今天我吃了什么，哎，给大家带来点灵感。因为每个人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不知道今天吃什么，是不是这意思？然后还有好多朋友说我不挂地址，在这个平台上我是一名短视频创作者，我不是广告公司，再加上之前我说的不是推荐，只是分享而已，所以我更没有必要挂地址了。你就像拍电影是拍电影，对吧？它有剧情，它有软植入，那拍广告它就是拍广告，这是两个性质的视频。
所以呢，我也希望大家呢要理性的看待这个事情。师傅，给我再来一个份儿哦，来个随便盖饭，弄点绿色木耳，还有绿色，我家给配点红的。咦，所以看着品种不少啊。过油花伞，这也搞了一套。不过备用葱蒜爆香。这叫随便盖饭，这我也端走了啊。有时候不知道吃嘛，弄一个这个我觉得也行。这盘子绿色绝对到位啊，鸡肉、蟹棒、两个虾仁，这份18。就整个这个菜吃起来这个味儿，感觉就像炒一个辣子鸡丁一样，只不过它放了其他更多的东西。就是这个短视频做了2年多，快3年了，期间真的遇到了很多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事儿。我记得有一回我去王德买牛肉片回家涮肉吃，然后呢我就说个人比较喜欢王德，我个人喜欢吃王德这事儿那都有10多年了。然后突然有一位粉丝大哥就给我发私信说，没想到你竟然会喜欢王德，就感觉他特别特别失望，有种背叛的感觉。我在想，我说我做错了什么？当然了，可能这位大哥也是比较直性子的人，他也没有什么恶意，就是单纯的想跟我表达一些想法。所以经历这么多吧，我就想我拍这个视频他真的不是推荐。还有一次，有一个人在别的视频下艾特我，这个视频的博主呢去了一家饭馆吃饭，觉得不好吃，他就艾特我，然后说你看打脸了吧。后来呢我一看，哦，这家店我去过。他的意思就是嘛呢，就是你看你说好吃他说不好吃，就说打我脸了。我仔细一看，这家店呢是我在22年的秋天，快2年之前去过这家店。2年了，这家店换没换老板，换没换厨子，经历了什么，谁知道啊。还有朋友说呢，在我嘴里什么都好吃。其实看得多的朋友会发现，我一般好吃的不会说好吃，要是说凑合过得去的，我也就是还可以行。一般我吃一口就不说话的那种，那个就是我认为不好吃的，但是我不会在视频里明确说出来，因为天下事就那么大点地儿，发出来肯定会有人知道这是那家店，我没有必要因为这个事儿去踩过人家，这干嘛嘛也不易。而且我不是拍一家店发一家店，我有很多店吃完了拍完了我都不发，对于大伙来讲，对于我来讲，对于这个饭馆来讲，真的一点意义都没有啊。况且那也是仅仅我认为不好吃而已。这个师傅做菜有个习惯，每次出锅之前呢会撒一圈明油，这两份盖饭吃来的时候我感觉这明油撒有点多。今天可能话有点多，大家多交流嘛。我也不是说吐槽，也不是说教育谁，就是一个分享。做这件事的一个本质在哪？别后来以为说看个视频吃个饭，到最后变成了大家的一个困扰，那多不好。今日消费30万。